顾纪君近年淡出幕前，主力打理珠宝生意业务，过住写意的阔太生活。他不时都会透过社交媒体分享日常的生活。日前顾老板就上载了多张的相，晒出一束束由好朋友送的鲜花。原来顾老板将会在今个月迎来60岁的生日啊！看来好朋友都想着藉着鲜花表达心意。值得留意的是，相入面除了拍到鲜花之外，还拍到顾老板位于半山区的豪宅客厅细节，当中就摆了多张的梳化和不同的装饰品和大量的靓花，不过屋企依然都是这么阔落开扬。